超级课堂讨论课，今天话题说点啥？初次见面分外眼红的，你说嘛呢？说嘛呢？三生有幸。屋里过话，走着。我怎么觉得像进通灵窝呢？下节课程很精彩，铃声一响，接着来。上课，同学们好，老师好，请坐，共同走进超级课堂。我是学员周全，我是班长大杨。我们的口号是：上课我们是认真的，搞笑我俩是奋不顾身的。好，超级课堂又开课了，小板凳都搬好，往前坐。班长，我翻这一天没精神头呢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儿子他们班考试。考试？哎呀，那是考家长啊。我这考家长还好了。怎么呢？给我气的这顿辅导啊，这一宿的这也就睡俩小时。不是，你那孩子能受了吗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咋整的时候没，不是有那句话吗？那临阵磨枪，不快眼光，赶紧突击，给我废了。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你就跟那晒干了葛戒似的。哎呀，你还知道葛戒了？废话，这不即将要成为中医世家转儿媳，恶补呢。哎呦，哎，你跟我说，你爹咋知道咱俩的事儿呢？不知道啊。嗯，今天一大早上起来，奶妈，闺女，我要会会那李虎坡，这么说的。我天哪，那快把手举起来吧。不是干啥会你爹还得过安检呢。哎呀，红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快过年了，你爹张罗着要拿我祭祖啊？这是我爸就喜欢这些文玩，点名道姓要见你。那咱这不是临阵磨枪吗？这行，敲门吧。哎，别瞎敲，敲我家门吧，你得敲出那京韵大鼓的感觉啊。噔噔里根楞里根楞，走着。丑啊！哎呀妈，气高了。谁呀、啊？你闺女。这啥家庭啊？这是我。哎呀，叔叔您好，初次见面分外眼红的。你说嘛呢？说嘛呢？三生有幸。屋里过话，走着。我怎么觉得像进土匪窝了呢？我爸就这气质。哦。好。啊，那妈，爸，这是我那男朋友。我知道，他叫李虎婆。闺女，这小子长挺根儿啊。什么？爸，您最好呀还是说普通话，要不他呀听不懂啊。说你长得挺草率啊。回三爷的话，我上山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排行老三呢？叫伯父。啊，伯父。三大爷，我听说您是我们这一片有名的大收藏家。咱不上有名。哎，浮云。哎呦，那您要是能在浮云上，那不就离升天不远了吗？做嘛呢？登天，飞天。哎，我去这一天呢。啊，您老有一个雅号叫老蜜蜡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叫蜜蜡。你叫琥珀。对，挺好。哎，看来你们家是玩古玩的吧？啊，是玩古玩的，要不谁能给孩子取借倒霉名字呀？玩古玩的，你等着啊！哎呦，玩古玩的，你爹上找人去了，我赶紧熬药去。别动，可能去厕所了。一会儿呀，不管他拿什么东西给你看，你就捧着他说，往高了说，说好，啊。行。瞧瞧，这又是嘛？这是香炉。你该上厕所了。
啊，我没尿啊，关键是。你再想想，小腹是不是有穴位的胀痛？到点儿了。王大爷，我到点儿了，我上趟厕所。哎，闺女。哎。这小子上厕所还有点儿啊。啊，遛狗遛的习惯了。我以为他有毛病呢。那锁谁呢？锁谁呢？老爷子过分了啊！不带怎么欺负人的，这嘛棋呀？我都不会。这解题多简单呐、啊！这嘛呀？这不就是那顶吗？这嘛顶啊？这就青铜龙纹鎏金顶吗？走糟的，东糟的西糟的呀？那是我上周在那个旧货市场买回来的，好美赝品呐！小点声。哎，三大爷，来微信了，快看看。哎，我先看这个吧。你到看微信的点了。三大爷，我又到点了。嗯，你小子挺走点儿啊。我隔着一米五开外，我就知道它根本不是什么香炉。那是什么呀？这是一尊鼎。哟，我再上前两步。就知道了。哎，这叫青铜龙纹鎏金鼎，厉害！我再给他这么一号脉，怎么着？周朝的，东周的，西周的呀？我东周西周，我这么一打听，怎么了？现代的仿品没出一个月，没两下子。你小子行啊，有点眼力。老爷子，认输吧，还嘚瑟吗？请看下一个物件。我再上趟厕所吧。回来。走嘛你呢？这个物件可是我给你特殊准备的啊！哎，你搂搂这个来。猜猜它是什么材质的？哎，什么成分做成的？哎，瞧瞧。哎，我。哎。你嘛毛病？三大爷，您能让我悟一会儿吗？你干嘛呢？我要没猜错的话，我能把它悟化了。化？你看，哎，我让你长眼，谁让你舔了？三大爷，啊，我不仅敢舔，我还敢吃呢。您看着，你疯了？嗯，来，你也尝一点。是不是先有点苦，然后再有点回甘？哎呀，三大爷，您这宝贝要说那是相当的败火了。它主要功效有两种：清热解毒、散风理气。它主要的成分有牛黄、菊花、白芷、川穹等十几味中药合制而成的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要问借什么？哎，牛黄赏青丸。小伙子你真有眼力啊。三大爷，您要说别的不行，您要说这药材呀、啊、我是中药世家。好，那三局两胜我们就走了。刘伯，把手放下，你们俩在一起跟我俩作弊呢。我们哪儿作弊了？弄猫腻呢。猫腻？第二道题他上厕所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给他发微信了？谁发微信？你发微信了？谁发微信？你们俩一块骗我。我告诉我这事儿得考虑考虑。哎，您还考虑嘛呀？不考虑了，那我就不。哎，三大爷，您能不能先别着急表这个态？您这样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现在我就去古玩店，我恶补文玩知识，不出半年我再来会一会您。嗯，我不是跟您吹，就您家这些个瓶瓶罐罐，我到时候一样一样我都给您砸了。我都给您认出来啊，哪朝哪代是公是母，药效疗程是亏是补，我高低让您看看我实力。小红，这个芹菜根子装人参迟早得打蔫儿了，你等我吧。三大爷告辞。留步，没动。小伙子，瞧瞧啊，我这屋里的东西有真有假，我要都让你认出来呢，那我算欺负你们。不过我这里有个宝贝，是真的不唬人，知道吗？你把这宝贝给我拿出来，往桌上这么一放，
你就算赢了，我就同意你们俩谈恋爱。三大爷，此话当真？绝无戏言。那我找去了。随便。我可不信了。哎，爸，说真的，咱家都困难成这样了，有嘛宝贝啊？慢慢找吧。哎呀，干嘛呀？三大爷，您老上言。哎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哎，啊，三大爷，这就是我挑选出来的宝贝。他可能对于别人来说是形同陌路，可对于我来说，他弥足珍贵呀。他并不完美，可我们谁又都是完美的呢？我们就像您掌中把玩的一件有瑕疵的藏品。您能多一点时间，再多一点耐心，相信最后我们还是会光彩照人呐。做这样的人，我也愿意去学，我更愿意去等。好小子，你真有眼力。哎，看我闺女的品相啊，这都是我的巧工啊，我光设计那就花了好长时间，二十多年的精心呵护费了多少心血。不过我也知道，早晚有一天我也会忍痛割爱。爸，三大爷，三大爷，我跟你，哎，你怎么还叫三大爷？三爷。三哥。什么？老弟，我冲你这称呼，我再出一题。哎呦我去！是不是该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了？是吧？行了，周全，你得好好做，你眼镜得摘了。你说自己做自己的，你管我干什么呢？你看，我们眯一会儿，我眯一会儿，眯一会儿。完了，你替我做一遍。哎，缓一缓啊。好嘞。超级课堂讨论课，今天话题说点啥？那这俩钱花的太值了，咋又转过去了呢？你下午得露个正脸。下节课程很精彩，铃声一响，接着来。再次走进超级课堂，我是学员周全，我是班长大杨。班长，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剧，你推荐一下，让我在家待没意思，五脊六兽的。哎呀，我一看小年轻，你这家闲的没事儿了是吧？我这一天忙的，电视都没时间看，哎、你还这样我推荐你？我有个想法，你说那话磕碜，能不能给我调调工作？跳槽啊？那可不是跳槽，那叫什么呢？啊，借调，你给我借到那个电视剧那个部门，让我就看电视剧过瘾呢。凭啥呀？你说我这辈子都没说的算一回啊！然后你说你出来旅趟游，我刚才能当回官，那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呗。我不的，反正你要不听我的，我就不给你拿钱。那这衣服也别租了，老板不玩了，退票。老板，媳妇都听你的还不行吗？这还差不多，就行你过官瘾，不行我过太太瘾呢。快乐，你还升不升堂了啊？抓紧时间，后边不少游客等着过瘾呢。升堂，升堂。
到今天呢？哎呀我天！哎呀，你正经点儿啊！带原被告上阿汤。哎呀，你别拽我呀！哎呀，轻点儿，轻点儿，轻点儿，别拽我！哎，走！哎，走！哎，哎呀，老爷，小民有冤呐！跪！哎呀！真贵呀，那这俩钱花的太值了，咋又转过去了呢？录像不得录个正脸啊？人家录我，你录什么像？哎呀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开审啊！堂下何人喊冤呢？大人为小民申冤呐！有何冤屈，当堂速来呀！大人容禀。草民张三素日您与李四颇有往来，今日我二人相遇去酒楼吃酒，不想他酗酒滋事，狂性大发，一恐将我的鼻子咬掉，求青天大老爷为小民做主啊！大胆李四啊，你光天化日之下你干什么不好啊？你说你没事你上上网，你跳跳舞，实在不行你斗地主啊，你没事找他喝的哪门子酒呢？启禀大老爷，喝酒好像成不犯王法呀。闭嘴。哎，喝酒不算王法，那你给人家鼻子咬成这样的就不算王法了吗？这来人呐，走，把那个李四给我拖下去，重打40大板。且慢，大老爷，李四我诚是冤枉啊。冤枉个六，你冤枉 啊，你个酒蒙子给人家咬了，人家没说冤枉你还喊冤枉。回老爷的话，他那鼻子成不是我咬掉的。狡辩！那一共就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喝酒啊，不是你咬的、那能是谁咬的、我咬的呗，你大老爷咬的呗。这是他自个儿咬掉的。对呀、我咋把他自己给忘了。好你个张三呐、啊自己有自己鼻子，然后诬陷李四。对，哎呀，来人呐，把张三给拖下去，给我打40大板。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，你傻呀？你打他干什么玩意儿呢？那他自己咬自己鼻子，然后诬陷李四吗？那自己能咬自己鼻子吗？那我也没试过呀。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那自己咬自己鼻子，他也够不着啊。啊。好你个李四啊！啊，你说张三咬自己鼻子，他能够得着吗？回老爷的话，按理说自个儿咬自个儿的鼻子，一般人是成够不着了。可这个张三为人太狡诈了，他是站到凳子上边咬掉的。哎呀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对，好狡猾的张三呢、差点让你蒙蔽过关呢。是，你跟我俩耍心眼子啊？他又耍啥心眼了？你说说这人多奸啊，自己咬不着自己鼻子，哎，他能想到踩凳子上咬。对，你说聪明不聪明？那你那意思，他自己咬不着自己鼻子，踩凳子上就能咬着呗？媳妇儿，你咋忘了呢？上回咱家换吸顶灯，我不够不着吗？使老大劲了，后来我踩凳子上不就够着了吗？那换吸顶灯和咬鼻子它是一个概念吗？我就你这么的啊，案件还原一下，来布置一下现场，你试试，你自己咬自己。你够着了吗？哎呀，还费点劲啊！那就是呗。大胆李四，你居然敢欺骗本官，扰闹公堂！来人呐，走，把他给我拖下去斩了！哎，且慢，青天大老爷，罪民有下情回禀，请大老爷法外开恩，如小人近前说话。进来吧。哎呀，回老爷的话，小人平日里甚是贪杯，就喜好喝点小酒，这所以呢，老话说得好啊，这酒后得乱性，是不是？大老爷，您就饶过小人这一回吧。哎，对了，大老爷，您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和田玉的镯子。要不就给夫人带着玩吧。大胆李四，你拿老爷我当什么人了？你看看老爷这块匾写的什么？这明镜高悬呐、
啊，这你拿个破和田一镯子就想收买本官呐？你白日做梦就是，别听他白话。什么和田玉镯子？现在和田哪还有玉了？和田人家产枣儿。谁不说？这怎么还整出大枣来了？那怎么？夫人，这真是和田玉的镯子。大老爷明察秋毫，看看不受贿，真是清官啊！当官不为民当家，不如去卖烤地瓜。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去跳广场舞。哎，你是张三李四来的？张三啊，张三，张三，我跟你说，李四今天我一定让他蹲监狱啊，还得赔上你什么医药费呀，哎，误工费呀，啊，营养费呀，窝囊费呀，对，窝囊费。窝囊费是什么费？别摆造型了，窝囊费就是你，你就是窝囊费呗。你让人家赔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是，他，我什么玩意儿？他不是这那那这的呢？你李四，快说清楚！你跪下，你跪下！哎，回老爷夫人的话，其实吧，这件事还真得好好掰扯吧。啊，回老爷的话，刚才呀是小人这一时糊涂口误了。张三的鼻子的确不是站到凳子上边咬掉的，他是。爬梯子上房顶，站到房顶上咬掉的。哦，难道你说站凳子上咬不着，站房顶上就咬得着了吗？他高啊！是啊，都那么高了，能够不着吗？媳妇儿，你说能吗？肯定能，咋的？还想试试啊？那是啥呀？老婆说啥是啥啊？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。大胆张三，如不是夫人提醒，我险些被你蒙蔽过关呢。先是自己咬自己鼻子，然后诬陷李四，达到讹诈医药费的目的。你是真真的可恶呀！来人呐，走，把张三给我拖下去斩了。是，慢着，老爷，小人有下情禀报。老爷，请您法外施恩，人容小人近前答话。我看你送我点啥来。老爷，你别听李四胡说，这是元代官窑的青花瓷瓶，价值连城，孝敬您了。还来这一套？我告诉你，我最不吃这一套，明不明白？就是，别听他忽悠。怎么是忽悠呢？这真的是元代官窑的青花瓶。拿过来我看看。夫人，咱们后边瞧瞧。老爷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呢，像张三这样朋友呢，是就不要交了，对不 对？自己把自己鼻子咬掉了，还诬陷你，这种人可不可恨呢？太可恨了！谁这么招人恨呢？张三儿呗，是啊，你说他上房把鼻子咬掉了，多可恨呢！他别说上房了，他就是上天，他自己也咬不着自己的鼻子呀，咬不着。那，悬了呢。哎呀，那谁咬的？真相。只有一个李四，大胆李四，什么玩意儿？大胆李什么玩意儿？大胆李四啊！给我踹里头埋汰的！你看看呢，张三的鼻子到底掉没掉？然后你再约约。我的那个鼻子根本没事，他没掉啊！好你个张三李四啊！怎么的？居然敢欺骗本官，扰闹公堂啊！哇哇哇！停！哇哇回！玩嗨了是不是？到点儿了，你官当完了，怎么的还想当一辈子呀？赶紧的，算账吧。服装费是120，体验费是150，和田玉镯子是3500，青花瓷瓶4600，赶紧算上账吧。不对呀，本官压根就没收你那镯子跟瓶子呀，我是清官啊。你是清官啊？谁信呢？他清官不打真有病。你没收，你媳妇儿还没收吗？夫人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要想做清官，先把媳妇儿看呐。哎，不对呀，老公，我发现这俩小子配门子玩路子。他就是想借这个引子猴子，什么又当官又当官太太的，就想推销他那破瓶子烂镯子。我得到消协告你们去。哇哇哇！停！哇哇回！哎呦，我好害怕呀！我怕怕死了。在你告我之前，我先警告你一句话。要想不受骗，千万别把便宜占。说得好，好。真要去咋的？我能去上吗？
能去不能去这我定不下来，但是你要现在走、啊、我是肯定的放你。没有，走的事咱从长计议啊，从长计议。同学们哈，欢乐开电视，幸运拿礼品，拢共可就分一部。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或者拨打电话0431-890-89000。两人又歌唱，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歌唱大会。欢迎您走进超级课堂歌唱大会。您好啊，叔。你好，周强。怎么称呼您呢，叔？免贵姓苏。啊，苏叔叔您好，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？一壶老酒。一壶老酒，掌声欢迎。好。喝一壶老酒啊，让我回回头，回头啊，望见妈妈的泪在流。每次我离家走，妈妈那送儿出家门口，每一回我离家走，一步三回头。喝一壶老酒啊，醉上我心头，浓郁的香味儿啊，再也就喝不够。每次你牵叮咛妈妈的拉着儿的手，每一回你万祝福儿在心中留。好，就唱这。好的，谢谢叔，谢谢。欢迎您走进超级课堂歌唱大会。您好啊，也欢迎您。周谦您好。您好，怎么称呼您呢？我叫刘颖华。您好刘阿姨，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？橄榄树。橄榄树，掌声欢迎刘阿姨，可以开始了。劳逸结合，又到了课间操的时间了，一会儿班长还要点名，休息之后记得回来。真快，一转眼又到下课时间了。没上够不要紧的，明天傍晚5:20，咱们呢千万别迟到。最后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。我的心里住着一个苍老。